交给台湾阿崔。在台湾，我们先说萌宠好了，他在台湾是少数民族帅气瑞士狼犬哦。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他们一起来到新庄城堡为我们悍将来开球，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他的主人 Andrea 以及他的帅气瑞士狼犬，我们的 Sasha， 欢迎，非常可爱。有看到 Sasha 前方也有我们悍将的领巾哦，来来来，哇，来到陌生的地方，好，我们让他看前方。好，我们先请主人 Andrea 来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今天一起来到我们萌萌配对悍将城堡。那想先请 Andrea 跟我们分享以及介绍一下 Sasha 他是什么样的品种啊，还有年纪啊，可以吗？可以，他是我从澳洲带回来的瑞士狼犬，然后他现在9岁半。然后他是1月1号出生的，对。然后我们是霸道的闷骚摩羯男，看得出来。可是他也很亲切、很亲民，就不会怕人，对不对？对对对，他很亲人，对，可以。那我们再聊一下，听说 Sasha 他本身的兴趣平常就是玩球，对，那在这次来开球，有没有特地带他去受训一下？没有特地受训，但是有用就是你们这种球，就是今天要用的球练习，对。哦，已经有一点玄机哦，到底会用什么球来开球？那我们还想请 Andrea 聊一下，就是今天你的背号选择一号又有什么含义呢？因为他是1月1号出生的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的 lucky star。对。就是刚刚提到他的1月1号出生，所以我们就用一号来当我们的幸运数字。好，接下来我们先请丹丹来帮我们递上今天要开的球，并且收一下麦克风。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开球捕手，让我们欢迎银池恩琪。来来来，恩琪今天要来接捕我们帅气的瑞士狼犬 Sasha 的开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倒数，3、2、1，请开球。哦，帅气的，来来来，往恩琪的方向走走走，好球！掌声送给我们的 Andrea 以及我们的 Sasha， 来来来，恩琪一起跟着我们 Andrea 还有我们的 Sasha 一起来合照一张，非常帅气的一个跳起来咬住，然后将好球送向我们的接球捕手恩琪，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还有 Frankie 帮你，是我们投入的模样，看前方，看前方。好，来看前方摄影师哦，是永不退让的倔强，来看前方哦，开战时刻准备好全副武装。好，后方我突然发现这个开球对于瑞士狼犬 Sasha 来讲太容易了哦，而且他好聪明哦，哇，很稳定的一只狗狗啊，跟他的主人的默契真是好啊。朋友们，高举你的毛巾，跟上音乐。而且你看，从这个侧边来看 ，Sasha 跑动起来的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雄壮威武哦，而且他的尾巴好漂亮哦。在这之前呢，我曾经在我家附近碰过一只比利时狼犬，也跟这个瑞士狼犬呢很像啊，不过比利时狼犬的这个嘴巴呢更尖一点。当然在台湾呢，你大概会看到有不同种的这个狼犬，像德牧啦，然后有瑞士狼犬，有比利时狼犬，对对，都有非常漂亮的尾巴，他们的尾巴真的是好漂亮。人家讲说这个。